Hello，晚上好。乌龟又来了。Hello，晚上好。看来你很喜欢那天我把你踢出去。谢谢小马王爷的花花。Hello。什么叫又要？近期也就只踢了这一个人吧。Hello，晚上好。谢谢你是天爱的礼物。什么错杀？怎么可能会错杀？我这个一般快准狠。Hello，晚上好啊！因为我今天出去做了个皮肤管理，哈哈。所以人现在很白嫩。谢谢大地的火娃娃，晚上好。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地方，嘿嘿，还是确实，突然觉得我房间很顺眼。我房间开了空调，其实有一点点，但就是脚冷，身上还好。你们准备休息？宵夜哦，差不多。我刚今天跟青姐出去吃了牛蛙，刚回来一会儿。果然还是两个人吃饭比一个人香，一个人就光顾吃了。我记得我以前都是不爱吃牛蛙的，结果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上瘾了。不过下一次想尝一下上海这边那个干锅牛蛙，一直吃的都是火锅什么的。
因为早期很多就是新闻说什么吃牛蛙会有寄生虫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很害怕有寄生虫，所以就不太吃的。结果后来这个，后来因为就是太好吃了，所以就没管那么多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什么东西啊？青蛙？青蛙怎么可以吃啊？青蛙，有种青蛙可以吃吗？回来洗衣服，衣服还没有洗，看着我堆的那些衣服。哎，看我之后会不会穿它吧，如果不太穿可能就一直拖那儿了。主要是我们这边的洗衣机有点不是很干净，每次洗完就更脏了，所以我这个洗衣服的这个就没有那么勤快。涂了口红会显得有点气色吧？没有变化吗？那我涂的淡，我也不敢涂太浓，不然就很奇怪，不想显得我太惨白了。
些礼物，谢谢开心就好的礼物。上海好冷啊，想去热的地方。哈喽，晚上好。嗨。为什么会冷？我又不是不盖被子睡觉，我这个当然不会冷啊。而且那个什么，有那个空调啊。我没有啊，没有睡觉啊，今天出去了。下午跟眼镜出了个门，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，最近没有睡懒觉。谢谢知修的礼物。这儿吗？我长了个小痘痘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对，脑门长了个小痘痘。不睡懒觉，我最近就是不管再怎么晚睡，但是我起来都十点应该不算晚吧，十点多吧。为什么没有更新歌？感冒嗓子听得有点哑吗？没有吧，是不是因为我下午吃了点辣的东西？但是你别说，最近确实鼻子异常的湿润。哈喽，晚上好。反正我回中心，我这个不想睡觉，只想出门，只想去外面。对呀，回来了。擦我的鼻子，在线直播擦鼻子。不过我感觉这个晚上，上海晚上还是有点冷的。我头发，这是我新长出来的呆毛，知道吗？这你都不懂了吧？这是新长出来的呆毛，说明我长新头发了。谢谢大地的礼物，你看，你们难道没有吗？没有这种呆毛吗？
看来我最近营养挺好的。今天没有，过两天不，今天不玩，今天就是随便转了一转。因为我脸昨天过敏了，然后今天就去看了一下我的脸。我觉得我没有感冒吧，只是鼻子有点稀溜，其他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。咱队，我哪知道，我又不是阿姨，我没点名儿。据我所知的应该五个人加上我的话，我用我聪明的大脑我猜测了一下，应该有五个。反正西西今天是回来了，他好像刚去上课了，刚听他说的。其他人我不太清楚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会比我更清楚谁回来还是没回来吧。哈喽啊，晚上好。哎，我这有个小卡卡起来。哈喽哈喽。对，好像有听说。给我别个五角星。不错，少女的一颗颗。想摘下星星给你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也不能说美吧，只能说人更清爽了些许。这不是有的朋友说希望我过年回来眉清目秀一点吗？对，所以为了不显得我那么浑浊，人在努力的清秀了。明天应该就有，明天是不是哪个队就有公演了？我们明天就可以。继续很抠了。吃，哎。我今天吃了没？我最近一直在吃护眼丸，这个我一天能吃几粒，再吃一个。爱护眼睛，从我做起。谢谢喵喵的礼物。呀，擦了鼻子，鼻涕的，我天哪！
扔掉扔掉。我也感受不出来有没有用吧。然后就是反正这是我吃了有一个礼拜了吧，就眼睛可能有时候不会那么干涩，因为我最近就是看手机什么的就是频率有点长，所以没应该是有点效果吧，可能是心理安慰，觉得我吃了药然后就会对我的眼睛好一点。什么东西啊，想知道想知道啥味儿，你自己尝一下你自己的不就行了，在这儿搁这儿呢。男孩子就是喜欢这种不干净的东西，北仙女是不太理解。情人节，笑出了声，这么早就问情人节了。可能和延庆吧，能跟谁啊？可能就和延庆吧。最近不是不止情人节，还有元宵节吗？我看一下，对，还有元宵，情人跟元宵一起过的。哎，不会没有面子。我能说跟他过，就说明这个事情八九不离十了，知道不？不会有这种掉面子的问题。情人节有啥过的？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？对啊，像往常一样，往年一样呀，该咋过就咋过呗。反正我身边是有人。跟你们过也是，对啊，跟你们过也是过呀，但也就是正常的直播嘛。但是现在的粉丝应该都普遍应该都怎么说呢，应该都有安排吧，那一天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安排的吧，可能少数就是像往常一样。这东西想开了就好了，你不管情人节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，不会影响到你的什么的，这节过不过对吧，还是要好好吃饭。
必须要过情人节吗？不可以不过吗？我们不能元宵节再见面吗？你们应该问一下瑞杰，元宵节怎么过呀？元宵节要跟谁过呀？对吧？跟大家一起直播吃元宵，都是家人，这是团圆的大好时候啊！元宵节，元宵节和延庆过，元宵节和延庆过。主要这俩节日挨得太近了，好搞笑。怎么就长得像元宵了？人家元宵里面是有馅儿的，他这个啊，对吧？哎，说到过节，现在节越过越没意思。我感觉我今年这个年就没过什么，哎，仿佛没有过过。人倒是苍老了些许，哎，人这个年纪是苍老了些许。今年的年就是冻着过来的。什么呀？这你们说的，我可什么都没有说。怎么总是就在这儿瞎揣测呢？简单点。我没有说啥呀，我就只是说他就是，他很干白净啊，没有馅儿啊。圆得很白净啊，我的唇膏怎么不显馅儿了？这歌我瞎放的，这歌叫夏天，因为它这个歌单叫全网最上头的热门歌曲，我要听听到底上不上头。涂了个唇膏，仿佛我就是化了妆。我反正不太爱吃汤圆还有元宵这些东西，就是不喜欢多吃，因为它首先它淀粉它很黏吧，每次吃完这些东西我都没办法吃其他的菜。这歌单是呀，第一首就一点都不上头。小吧，如果是小的我还是可以吃很多，如果是一个很大的那我就不行。我看我朋友他家做团子，这么大一个，里面还是加馅儿的。
吃一个就顶得不行。都一般吧，没有哪个特别喜欢吃的。饺子我也不喜欢吃，我喜欢吃蔬菜。其实过年要不是因为习俗吃饺子，我其实都不吃饺子。过年在呀，我又没啥事儿。转一转一转，排练靠自觉吧。反正前一天等大家都回来肯定要一起，但是在这之前自己给自己先上心，自己排吧，等自己练熟了大家再一起合吧。估计应该是公演前一天嘛，前两天合一下。我这没有啥，我这跳的都是我跳过的，复习一下就行了。我说的靠自觉是在这个上课的基础上，知道吧？不是说什么都靠自觉。抖音歌呀，哎呀，说到舞蹈课得赶快把我的卡跳完。天天跳，日日跳，跳跳跳，以后我就叫张小跳，张跳，张跳跳。我今天我要做端正，最近这驼背驼的我真的脊椎都要有病了。跳跳虎说好奇怪啊，我还想今年因为虎年嘛，应该有很多卖那种关于小老虎的娃娃呀什么那种装饰品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就没有标志性小老虎的吉祥物什么的。本来还想买一只小老虎放在自己的床边。墩墩，哎呀，我对冰墩墩兴趣不大，可爱是可爱，但也就仅限于我夸夸他了，不会为他花钱的。冰墩墩不就是穿了那个防护衣的熊猫吗？我们北京欢迎你的妮妮，那只熊猫是叫妮妮吗？把那个吉祥物，感觉差不多。比起冰墩墩，我更喜欢林娜贝尔，还是小狐狸可爱一点。我现在因为我是那种一上头了的话就会花很多钱的人，因为我以前就经常买盲盒嘛，然后就买很多买一堆，然后就在家堆了好多，然后浪费了我很多的钱，然后就被我，哎，我爸妈好像也没有说吧，但就是有一段时间买太多了，后来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再这样子，
然后渐渐的就对娃娃呀手办什么的就在逐渐控制的，以前是完全就很放肆，觉得什么可爱就那一盒就会买一半儿。想那么可爱呢，挺好玩的。是不太需要，但是当下的那个拥有的瞬间是很快乐的。而且以前我买盲盒，我就是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抽，而且我不想就是买一整盒，我就是要抽，那个抽中的感觉是比你就是花钱直接买来的就是不一样。现在慢慢大了，可能这个对消费要管理一下了，觉得还是不能太放肆，主要是一多就很难打理，然后我又不希望他们落灰，然后我给他们每个娃娃还买了那种透明的罩，就是把他们全部都罩了起来，主要是每次很多我都抽重了，我就哎也没办法再给别人，所以就感觉有几个就可以了。现在比较喜欢有用的东西，以前特别喜欢买那种就是华而不实的东西，我以前就很喜欢买那些好看但实际上没什么用处的东西。现在理智了，现在就是不会乱消费，在盲盒上面嘛，哦，在盲盒上面不会乱消费，其他就不一定。Hello，晚上好，可把你聪明坏了。不过也是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回家，然后那些东西都砸在家里。万一粉丝不喜欢我这二手的，瑞姐，你的是二手盲盒，我不要，也是有可能。59，然后稍微好一点的69，反正都是9结尾的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我涂了嘴巴，嘿嘿，准摸了，没发现我接了头发，夹了这两个。对，因为把头发这个砸了两个长发片。你们都没有人发现我头发变长了不？因为就是我不是买了两个，买了假发，我不是接的，我是买的那个假发片。但是我买的它就是因为我头发颜色太浅了，就没有浅的，有几个浅的还没有到，我就买了个深的，我说想试一下，看看找找长发的感觉，但太黑了，在下头。
我还在纠结接不接呢，这样很长，但是公演可能扎就有一点突兀的，直播还倒看不出来。我买了一把头发，好多头发，还买了一个辫子，超长。没笑啥，我就是，因为我是爱笑的女孩儿。的头顶吗？头顶到这个是啦，长了一点点，但是好像没有很突兀啊，因为我这个没有那么黄。但是我可能过几天公演还是就是以前的头发。对啊，因为是黑的看不出来。你曾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，你说会懂。也没有好久不见啊，前两天不才见了。我觉得就是房间光线不一样，每次这个直播的这个样子也会不太一样。好想笑。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，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。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。啊，还行。就上一次晚了嘛，前两天还好吧。但是你没看，不是我没播，我播了，而且我觉得我播的不少吧。要不要吃个这个护眼的？护眼完，护眼完，赶紧拿过去。那牛不是那个是要水喝的，这个。你咋了？你再兑点水。吃几颗？一个。能吃吗？吞下去的。为什么不能吃啊？我刚吃了。吞下去的。拿水就着。吃了可能不会那么干吧，就护眼睛的。
拥有明亮的眼睛，应该是吗？辐射服的人。我昨天新装了我新装的箱子，把我的东西整理了一下。啊，这就是我房间以前的背景啊。但光线比之前好一些，在外面住的时候光线一直都很不好。哦，这哦哦，对，换了一个方向。那你们观察的还仔细的很。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，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，有啥看的，这么乱有什么好看的，没看过就要看吗？这房间，我们的房间见不得人啊，不是不想给你看，对吧，我们房间见不得人啊。啊，虫子，你看都有小飞虫了，哪里来的，走开。有啥好看的，没啥好看的，反正肯定比你们的家乱就对了。是乱了点，但干净还是干净的。其实也还好了，就是我们的衣服堆的有点，我的衣服堆的有点多，有点高。问题是不大呀，但是没有必要看呀。这东西看又吸不了粉，有啥好好奇的？房间很整洁，还是会发出来给你们看看。鼻子好痒，要抠鼻子。出画面弄弄。鼻子要被我揉红了。谢谢大东风的礼物。那倒不会了，外卖很及时都扔了，都说了是衣服堆的多，可搁这儿猜什么猜外卖，才没有，就是不想给看。不喜欢问我要东西，你要看我就不给你看。我圆没圆润，你看呐、啊，你觉得我圆润了我就圆润了，我没圆润我就没圆润。
你觉得还是早点休息吧。那我不直播了，我早点休息，我能开播就说明我没关系，老让我休息休息，那我走了。奇了怪了，人在那直播呢，老让我休息。没瘦吧？还好没有瘦。不是我严，是因为他一直在说让我休息休息，从开播到现在一直说我鼻炎鼻炎，让我休息让我休息。那人明明在直播，我要怎么休息呢？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关心我，还是真的想让我走。没瘦，没有瘦，就正常，反正没胖没瘦吧。一般身体不舒服我肯定就不会开的呀，我能开就说明我还行的。我前两天就状态不好就没有开呀。长辈亲戚，哎呀，都说了今年年过得很无聊，因为太冷了，也没办法去哪里玩。本来带了很多衣服，然后想出去玩呢，但是太冷了，都穿不了，只能一整个年就穿着那个大棉袄，手指冰凉。我现在总结经验了，以后要是再过年，我就提前去三亚。如果明年还是疫情什么的，我一定要去一个热的地方。咋了？那你别看手机了，你拿蒸汽眼罩敷会儿吧。有蒸汽眼罩吗？你敷会儿，或者拿个热毛巾捂一会儿。叶总见我，叶总他上班了吗？我回来那么早，叶总又不在中心住。他见我他也不会说我，他并不关心我，并不在意我。谢谢阿根廷的礼物。我这头发算啥的，我这头发已经很低调了。
而且我又不去央视，我也不去央视，不需要染黑。我在我们这个剧场不需要染黑头发，我不染粉的都很不错了。他有说过呀，我染过呀，这不又掉了吗？之前有说过让把头发染回去，让染了一次呀，但是又掉了。而且这不还没工作呢，也没有什么大工作，就不需要去哪里，没那么严重吧。我是想染黑的，但是就是我因为我发质有点糙了，我不敢再染头发了，所以想再长一长，就是再长出一些新头发了然后再染，不然染了又掉，又染，染了又掉，我感觉我头发又没了。说到这个，就是吧，有一次我的微博我登不上去了，然后我好像就是有问叶子，我说为什么我的微博登不上去，我让他帮我看一看。然后呢就他可能找了公司的工作人员帮我就是验证了一下，因为那个登录微博要验证码嘛。然后呢我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我就登不上去了，然后我就让他帮我，结果今天叶总跟我说，发你自己修改了微博密码，媒体部列行调查，给你重新设定了密码。我才想，哦，我什么时候自己把密码给改了？我回想了一下，难道我曾经自己偷偷把密码改过了吗？人很尴尬呀，我也没敢多说话，我就说，嗯，好的。我当时在想，这是什么密码？什么密码？什么账号？然后他说是微博，我说好吧。我还之前问他，我说为什么我的微博登不上去，结果说是我自己修改，因为我修改过太多密码了，可能我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不懂事吧，把自己密码给改了。是因为之前有几次那个手机，因为他每次登录要验证码，我之前没有存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密码怎么办，笑死我了，可把我给尴尬死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的这个微博这个密码什么都是要报备的。没关系，应该也不止我一个人吧，据我小道消息应该也有很多人都修改了，没关系。只是让我知道了，哦，原来还有列行调查这一回事儿，好吧。所以现在就是，以前就是好像，哎，以前有密码吗？没密码，我忘记了，太乱了。反正总之现在就是要账号跟密码才可以。以前是发验证码。主要是那个手机号不是我的手机号，那是公司的手机号，所以每次登录就很麻烦。主要是人尴尬呀，人，我印象中没有我自己修改密码这个事情。
所以他不说我也玩不知道。嗯，我的脑子又不记事儿，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做了些什么？以为自己在梦中改过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哎呀，吓死吓人一跳。首先就不可能会中500万，所以没有什么忘不忘这个事情，不可能会中500万。我的命数里没有这个，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经历。中了500万，我就能更快乐的在这里生活了。我如果中了500万，最开心的应该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应该很喜欢钱吧。中了500万，离张董更近一步。是喜欢，只是我爸爸特别喜欢。我觉得吧，我觉得我爸爸特别喜欢。就反正他一般如果赚到钱什么的，他就会发自内心的开心。比如视频就会跟我说他最近怎么怎么样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挺好的，最起码有东西可以让我爸爸满足。出去还要做核酸吗？上海不是已经掉星星了？命运是这款的冰粉，命运是这无论你我都是往来的冰粉。就算人和网络暴力，也曾经写下日记，不跳过你的教育。反正我这次回来就没有做核酸，没有人管我。嗯，好像有听说西安疫情有缓解，但是白天有规划出去，再让惊喜又开始漫长的空气。
不要现在有这么多的头发就好了。等希望再稳定一些，我就回去，就喜欢的模样。当觉得累了，就把这首歌循环播放。哎呀，我今天要不要把之前的歌给唱了呀？但是我不知道今天那位朋友在不在。哎呀，那个，哎呀。必须要戴耳机才可以唱吗？看一下，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，我一会儿结束了唱吧，把这首歌当玩具。一会儿结束了唱，哦，忘了记得提醒我。这歌还讲究什么效不效果？主要是戴耳机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不戴耳机我就听到，就是到这个自己唱的是什么东西。我都是在考验我的腰力。露一个眼睛不哎，我的脸端端端了又，日常端端端，
这个该死的特效，该死的特效。说明我上火了。正常人的眉毛两边都是不一样的吧？一高一低，我该刮眉毛了，该刮刮我的眉毛了。反正要好好休息，熬夜的话肯定就是很容易冒痘的，然后多喝点水什么的。我感觉很多男生他们不用护肤，但是他们的皮肤好像天生就很光滑。我会想我小的时候上学班里的男同学，他们的脸好像就是不管他们黑还是什么的，但是他们的皮肤很光滑。你还难受吗？还有一点，你是不是困了？对，明天要早起。哎，我也有一点，明天要早起。我把耳机拿过来。哎，稍等一下。我好像没有找到我的耳机，声唱吧。啊，希望那个叫“金你太美”的朋友可以有缘看到我的回放。音效在哪？演唱会。哦，你在呀。世界那就是我的一切。我把这啊，这怎么是这个版本啊？这是要上厕所吗？哎，不对，不是，你给我的电影票，那是我所有交啊，这不是，这是哪首歌啊？这是，不是，再为你歌声吞办所有的，这歌不是吧？到如今，并不是说为你我燃起风波，最后喝得那么多，最后还是我先走，一份真情为了狗，不会再去陪着走，只有孤独和烈酒，你是我年少牵挂，最后只有放逃脱啊！我也记得是上厕所啊，这只能想，你点错了，怎么是个 rap 啊？这歌只有一分钟。笑死我了，太垮了吧。这样子吧，金你太美这位朋友，我重新唱给你好吧。你应该点错了，太垮了太垮了。
口袋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格？这是？你的是宝宝巴士吧？我记得。宝宝巴士。今天开始，我要自己上厕所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小看我。宝宝巴士教我上厕所秘诀。我等不及了，我要上厕所。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，上厕所时节约用纸，上厕所时不能把玩具，上完厕所冲水哦。今哎，这歌有点高。看到没，我这里粉丝的品味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粉丝就会这么折磨我。哎，今天开始，我要自己上厕所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小看我。爸爸爸是教我上厕所秘诀。我等不及了，我要上厕所。不能吃东西，上厕所时节约用纸，上厕所时不能玩玩具，上厕所冲水哦。这歌调好高啊，不是我的这个音域。好了，谢谢这位经历太美的朋友，让我狠狠地记住了你，谢谢你的爱和关怀。又要结婚了，又要在这结婚了，又要在这结婚了。哎呀，你要结婚了倒还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说话有那个音效吗？我现在自己听不到，我开了一下那个演唱会特效。哦，有的，那好好好。我听不到我自己啊，我就瞎唱。好，这位第一只猴子的朋友送你一首《你要结婚了》，这已经是第二遍了，对我来说是一首老歌了。不客气，祝你新婚快乐。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在这无人的角落，我偷偷眼泪抹。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太多的难过，我该对谁说？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我们相爱过，所以我才会难过。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你要好好生活，要幸福和快乐。我的承诺，太多的失落，你给的浪漫都已经过去了。太多的承诺，太多的不舍，眼中泪光闪烁，不会再堕落。太多的啰嗦，太多的懦弱，曾期盼的幸福都已经错过。太多的折磨，太多不适合，我们也只能成为彼此的过客。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在这无人的角落，我偷偷眼泪抹。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
太多的难过，我该对谁说？你又要结婚了，新郎又不是我，我没有想爱过，我才会难过。你要结婚了，新郎又不是我，你要好好的生活，要幸福快乐。哎，这还有我自己的编曲，我这个比原唱好听多了。我可没有按照他的节奏，我都是按照我的曲调送给你的。这是张瑞杰自己作曲，不是自己作曲吧，就是在原有的作曲上又添加了一点我自己的音乐细胞。而且我还有 rap， 对吧，原版都没有 rap， 那是轻轻松松随便一唱就超越了原唱。不用太迷恋我，挺好听的。你别说，这个歌唱多了就是有点感觉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是没想到大家的这个音乐审美都是这样子的，好吧，我了解了。挺好的，音乐审美挺好的，成长空间很大，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哒哒哒哒哒，又要十二点了，看来你们真的很想要快乐。什么歌呀？那个吗？黄龄的吗？你的四个没你的那么多，这个吗？我不会。你说你们点的这些歌让我给你唱，唱了之后呢，怎么去安利给别人呢？这个东西，还是你只想要快乐。总是和我的音乐素养渐行渐远。不唱歌唠唠嗑多好呀，大晚上的唱什么呀。你们是不是生活的真的就是很难过，想让瑞杰带给你们快乐。我会唱郁可唯的《伤不起》状态好了再唱伤不起吧。听听冤，
上还有两天就要公演了。Oh no！ 好快呀，又要工作啦。我感觉我都没有感觉。哦，还开了混响呀！哦，好好好，好，现在好了，因为开混响可能会有点吵。哦，但也没有想放假了，只是单纯的感叹一下哦，要公演啦，也没有说很想放假吧。这周应该跳 Rose， 哎，好久没有跳了，哎，感觉现在没有真的拍摄位就很难说。公演才有拍摄位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好耳熟的一个歌手呀，他是不会弹吉他呀。这个是谁的歌？比尔的歌。听这个名字感觉很会弹吉他的样子，好耳熟啊，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。哪里了？都不见了。哎，一会儿去练习室找一下，我昨天好像带去练习室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拿回来。
你困吗？你咋了？还是很难受吗？你在啊？那你在工作？工作也是我快乐，工作我是我坚强。伤不起。当我难过，到底为什么？哦，是亡灵啊，不是黄灵啊。想到有首 QQ 爱也很像，美女有那么多，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，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，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，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，原来我也只哎呀，他们就喜欢这，你们就喜欢这种怪哥。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很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又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如血滴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这歌蛮好听的。有木有你的良心都叼走，我恨你恨你。是否寂寞为你 rap 这首歌，我的被窝里没有辐射点点，不用吃很多，不必再考虑，不必再犹豫，我要送你一辆跑车，夜晚你和什么都下。哎，他搞我，你抛弃别再考虑别再犹豫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你的微博，我给你们听另外一首《伤不起》，完全就差别很大。郁可唯的《伤不起》，有听过吗？就像一个梦想。我喜欢这种歌曲。喜欢这种轻柔的歌曲，就像两个气球，这歌我以前好像唱过。碰撞说声很有感觉，承认真心相处的感觉很难，一点点不安。天哪，现在突然回想到快乐女生那个时候，以前也老守着那些直播比赛什么的，我就很喜欢郁可唯，还有刘惜君。对，是一首很伤感的歌。刘惜君这首好听。我哥哥的第一个女朋友长得老像刘惜君，可惜没有走到最后。因为好像是他的妈妈不太同意吧，我又开始暴露。然后给他家里人相亲，只会
以前我哥哥每年过年回家都要相亲，然后都要拉着我帮我给他们物色找嫂子。啊，不是呀、啊！我在见我嫂子的时候，我还没进团呢。但是我小的时候也没有见过很多，美女。只是我觉得我也没什么标准，一般问我，我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很内敛，好不好看都会说还行吧，还行吧。所以就等于问了跟没问一样，白问。因为我觉得这种你肯定要需要了解嘛，你也不能光通过外表就判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所以我就是还行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对啊，现在我哥哥都有两个孩子了，两个孩子了，老大了。今天喝了一杯咖啡，我就说呢，你现在精神吗，静静？你还好？舒展一下我的腰身。听一下，我很快乐。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迷踪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安慰我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。你们明天上班吗？还是要早起吗？冰箱吃的吗？在冰箱。哎，我也想吃耶。看一下。哦，我想吃那个黑的，冰山里面。你吃那个吗？有点长，你吃，我不吃这个。这吃了我嘴会黑吧？今天买了一个冰山熔岩。你这班上的。哎，我买的什么我都不记得。是你给我买的。是什么？这个什么芝士？哦，那你吃吧。尝一个。我之前老在抖音上看他们吃这个馋死了。我天哪！我大晚上吃这个，我明天不得？尝一个，尝一个。
好神秘的，这是巧克力，感觉像是那种融化的巧克力，上面裹了一层。您看这个，还可以，是我想象中的味道。好吃吗？那个，腻不腻？和我在家买的一种蛋糕味道一模一样。我吃的有点腻，吃的。你说我买那个蛋挞，看着也很不错。真的跟我们家那个蛋糕味道一模一样。这个我只能吃一个，吃不了第二个。有一点，行，这块是。就像有点融化了的巧克力，上面铺了一层蛋糕、面包。哎呀，我要当一个美食博主就好了，天天就吃。把这个放在上层冰一冰。你要尝那个吗？巧克力不吃，你尝一口。我不喜欢吃巧克力。嗯，好腻呀。我以前特别喜欢吃巧克力，后来慢慢大了，嫌它脂肪多，就吃的很少。哎呀，这个收起来。那是啥？我看一下，剩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再尝一口，我就咬一口，应该是我想象中的味道。这就是芝士。还可以吧，好像是芝士的一个。我们今天在商场逛，然后就是看到一家店人很多，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就芝士的还可以吧，但这东西不能吃多。反正我觉得很多博主，就抖音博主。我一个很羡慕的就是美妆博主，一个就是做吃播的，因为一个是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，一个是可以让自己变漂亮。我去洗头啊。你要洗头，那把这个放下吧。谢谢。Thank you。12:14了，再播会睡觉吧。你要啥？吃饱要打嗝。在这里，你要吗？它不会照的。我知你们心里很一个，从今后只关于我独自珍藏的快乐，就已经有一大堆。因为我一在意结果，多么美好的等你去探索。
转转转转。哎呀，到了晚上，人就亢奋一点点。哎呀，我爸爸以前总会在耳边别一个这个。我吗？你是说我吗？啊，不会吧，应该还好吧，我也不用干啥，给你们播完立马上床睡觉哦，没事儿。你们反正不也都是夜猫子，你们也都睡得很晚，没啥的，我也不劝谁早睡了，开心就行，快乐就行，熬吧，黑夜的女神就是我。都已经在被窝里了，那你真，你还挺方便啊，方便入睡。没事，我床也搁我旁边呢。你只是比我先上了被窝而已，不一定会睡得比我快。我可以秒睡。你们倒是比我暖和。挺好的，你看看看我这直播，看着看着也就困了，就助眠。突然想画一个精致的妆。哎呀，你我的镜子是怎么了呢？我的镜子散架了。啊，怎么这样子啊？我明天要早起，那我现在化好妆，我明天是不是就可以多睡会儿？啊，这个镜子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搞啊？哎呀，这把人有一点点难搞了，要穿进来呀、啊？怎么破镜子？耶、yeah.！去呀、啊！我的好大镜啊！不，我看到你了，出来！我的好大镜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
是这个样子的吧，但是这边就这么亮着，感觉少了点啥。我真棒，这件事情教会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，只要努力就会成功。虽然少了一个螺丝，所以那个螺丝去哪里了？那个螺丝，哎呀，螺丝的秘密。这个镜子就叫螺丝的秘密，无人知道这个螺丝去了哪里，就让它成为一个秘密吧。哎呀，哇哦 ，beautiful！ 我要化妆了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化妆，画个眉毛。给你们直播在线化妆，没事儿，一会儿可以洗的，我就画个眉毛，马上我就有漂亮的浓密的眉毛，我也不打粉底，我就随便画画创作一下，突然来了兴致。我以前就很不会画眉毛，以前画眉毛就是一条虫，不过现在呢变成了小虫。反正我画的有一点长了，这是瑞杰的晚间美妆室美妆课堂。是吧，我眉给画长了吗？不过我的眉毛好像是一高一低，感觉我的就比较明显。感觉我画的好男人呀，这个眉毛我知道了，因为我没有画眼妆，所以这个眉毛就显得很突兀。突然觉得因为我应该拿浅色的画才对。我拿浅色的描一下，这边吗？我觉得应该是颜色的问题。
画个黑夜女神妆。刚好等严静洗完就换我去洗。没事，我就画个眉毛，然后拉出我的眼影盘。哦呦，我的这个接的这个假发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发挥的。哎，我的眼影盘。没有眼影盘，我拿侧影吧。我拿侧影画一点点。完全看不出来，我不会把我画成一个熊猫的。你们知道一般比较清淡的妆容只要用一个大地色薄涂就会很消肿。真的假的？好看的、啊，我怎么感觉？黑乎了一片。我知道了，这就叫心机素颜妆。涂个睫毛膏。其实我不太适合浓妆，我发现比较适合淡妆。画个大概，一会儿可以录视频了。我好随意呀、啊。我这个你掌握技巧了应该就不会吧。你看不出什么变化。嗯，能看出一点点。没事，我随便画的，而且我画的眼影是拿侧影画的，对，睡眠妆。这位朋友，对，睡眠妆。小偶像睡觉都是要带妆睡的。笑死我了。这个睫毛膏就很重要，会使你的眼睛放大。下一次带我研究研究，如果有漂亮的妆容可以分享。其实我不是很会化妆的，我一般都是跟着我自己的感觉化。这睫毛膏涂了个什么？
夏天吗？这都看不见。我每次化妆最讨厌涂下睫毛了，因为每次涂完我眼睛下面都黑乎乎的，就每次一跳完的话公演什么的就跟个熊猫一样。一会儿出来让给延庆一个惊喜。其实还好了，也看不出个什么，我感觉也没有太大的区别。Hello 啊，晚上，但是好像。你们觉得跟刚才有区别吗？说出来感觉哪里变了，又感觉哪里没有。我只是涂了个睫毛，感觉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一般化妆，睫毛很重要。我的眼影盘有，哦，啊，有有有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看不同的。是感觉有一点点，眼睛比刚才稍微感觉不灵灵一点点。我之前在外面化妆，就是那些老师给我画，他都是拿就是眼线笔直接给我把画一道卧蚕出来。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惊了，我说卧蚕还可以用眼线笔勾勒出来的呢。看女孩子的卧蚕就很重要，勾一勾眼睛立马大了些许。你们看，感觉哪儿变了又说不上来哪里变了。对，我没笑都仿佛我在笑。我没在笑啊，人没有在笑。其实我一般在剧场，哎呦，不太会涂腮红，我每次腮红涂的就是看起来脸很脏。哎呀，
其实化妆也没有那么难的步骤，感觉这儿涂涂那涂涂。可以，一会儿画完拍一张照片，录个抖音，不能浪费了。这似有若无的妆容。主要是抖音很多特效很夸张，有的时候就是随便装，然后用上它那个特效，人都跟个外星人一样。买了个口红，应该试试那个来着。是吧，还挺自然，感觉比我平常画的好看一点。我平常眼睛就画的很脏，其实涂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这个也不浓，就淡淡的，一会儿也好卸一点，我就不涂眼线了。呀，他洗完了，我画了个淡妆。那是什么表情？美美的下播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祝你们晚安，朋友们。我去拍，别蹲好。我拍的话也不一定什么时候，万一你们这个太晚了，争取抖音跟你们相见，看我能不能快快的拍点什么东西。要是等不到，要是三点前等不到，我就睡吧。白天再见，拜拜。也不说晚安了，拜拜。